假如手杖人是个女海王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咱们颜控女孩在娱乐圈有108个墙头老公和老婆，是很正常的是吧？我绝对不是花心，我只是心碎成了很多片，每一片都落在了不同的大帅哥还有大美女身上。作为手杖，当然要给墙头们安排专属骨卡了，即印立可印，即刻出战，超级小巧可爱的口袋打印机，装上相纸，配合即印 photo 可以随时打印了，可以调整打印样式，还可以调滤镜和照片细节，完美还原爱豆的美貌。宝贝们的美照出炉中，哇哦，每一个宝贝都是那么绝美，本女海王狠狠心动了。那么就来潜入一下吧。好像有点太花里胡哨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手杖富婆骨卡 VS 手杖穷婆骨卡，穷婆拿出骨卡素材。求了妈妈半小时，她终于把 iPad 给我玩了。每每打开左下角的骨卡小游戏，点开这关骨卡达人，瞬间 get 四色骨牌，白蓝紫粉四色任选，还有好多张可爱贴贴，来开骨吧。富婆拿出骨卡素材，先拿出我的甜酷风人物贴贴，再来一点点炫酷装饰贴贴，异形卡牌、麻将卡砖、绝美流沙卡砖，统统安排。今天来估个甜酷黑色系，酷酷抓住 PK 的胜利。穷婆开始估卡，先来个好玩的电子撕膜仪式，然后开刷估盘的颜色，今天就来个优雅的紫色吧。那么多可爱的贴贴，一股脑美美估上去，这估法就是主打一个奢侈。再来给人物估一套漂亮的造型，嘤嘤嘤，也太可爱啦！再用一点点小元素填满空白处，收尾挂上绝美的渐变色珠链，我的估卡完成啦！富婆开始估卡，先来个白色流沙卡砖，黑白风小元素酷酷出场。哇哦，这个背景有点东西，这甜酷黑白风美女美美铺上 C 位，简直太酷了。再来个透明麻将砖，酷爽撕膜，这次来个黑粉搭配，又甜又撒，这还不迷倒你们？这也太绝了，我的甜酷黑色系孤卡也完成了。你们更喜欢谁孤的？准备好了，开始咯。在小小的贴贴里，滋呀滋呀滋，用小小的贴贴铺小小的牌，在大大的贴贴里，滋呀滋呀滋，用大大的贴贴铺大大的砖，在特别大的贴贴里，撕呀撕呀撕，用特别大的贴贴铺特别大的卡。游戏又鼓了一个卡卡，游戏又鼓了一个卡卡，游戏又鼓了一个卡卡，我的卡在那古装上鼓，古卡可以卡，古卡可以摆，古卡古多了会变成可爱美丽，卡卡是我的最爱，古高了会加强起来。在评论区里给我的骨卡唱功打个分吧。手杖富婆骨卡 VS 手杖穷婆骨卡。富婆拿出骨卡素材，看我的机灵姐骨卡套装，还是可爱的喵喵造型。打开猫爪，拎起猫耳朵，放了满满的小串珠和超多骨卡片片，各种形状和颜色都安排上了，还配了镊子和笔刀。拉开小窗，好多包机灵姐的骨卡贴贴呀，还有超可爱的小动物系列装饰贴贴，
文字贴帖 Do get 甚至还有小珍珠，拥有这一箱子的咕卡素材，看来这次我是赢定了。穷婆拿出咕卡素材，嗨，本穷婆的咕卡素材都在左下角的咕卡小游戏里啦。咕盘只有这个正方形的，不过可以换四种不同的颜色，还有这几张好看的咕卡贴贴。虽然素材不多，但本穷婆不会轻易认输的。穷婆开始咕卡，既然我素材少，就让我先开咕吧，这次就来咕个粉粉嫩嫩的吧。喜欢粉色的话就记得投我哦。虽然我每次咕卡都只有这几张贴贴，但你们可不能因为我素材少就投给富婆了。看我把这些美丽贴贴全都咕上去，咕得满满当当，收尾再挂上超好看的珠链，我咕得这么绝美，应该能拿捏富婆了吧。富婆开始咕卡，既然穷婆咕粉色，那我也来点粉盘盘吧。我这可爱的喵喵卡盘咕上超可爱的机灵姐粉色贴贴，英雄婆应该很轻松吧。真的咕太可爱了，我再加满一个卡砖，让胜利来得更彻底，霸气开个整卷机灵姐新胶带，图案都超可爱的，每每撕下超粉嫩贴贴，这些美腻小元素都要咕上。 C 位当然是可爱机灵姐，哇哦，这还不迷倒你们。这次的咕卡 PK， 你们更喜欢谁咕的？手账富婆咕卡 VS 手账穷婆咕卡。富婆拿出咕卡素材， Come on， 一大桶67件套咕卡素材，里面有一点点各种款式的咕盘，还有20张不重复的咕卡贴贴，各种色系和图案，每一张都好可爱呀，还配了镊子、镭射包装袋、一大把链条，真是满满一整桌的快乐鸭。美美准备开咕了，穷婆拿出咕卡素材，穷婆没有咕卡素材，于是点开了左下角的填色达人，这里也有不少好看的咕盘和可爱的咕咕贴，穷婆也能享受咕卡的快乐了。富婆开始咕盘，从超多绝美咕盘里选一个，就你了，再精挑细选几张好看的咕咕贴，来感受一下撕贴纸的治愈吧。哇哦，咕出来的盘盘也太好看了，再装上链子，美美打包好，满满的仪式感。富婆的绝美咕盘完成了，穷婆开始咕盘，我开始选咕盘了，就选这个粉色渐变的吧，开始贴上各种可爱的小图案，再搭配这个画丽丽的小公主，然后疯狂咕上各种可爱贴贴，不要钱的咕卡游戏也太好玩了。穷婆的咕盘也完成的不错呢，你更喜欢穷婆的咕盘还是富婆的？手账富婆咕卡 VS 手账穷婆咕卡。富婆拿出咕卡素材，今天想浅咕个卡砖，拿出一点点咕卡贴纸，美美准备开咕。穷婆拿出咕卡素材，穷婆点开视频左下角的填色达人，瞬间收获超多咕盘和超多可爱贴贴。富婆开始咕卡钻，从超治愈的撕膜开始，再用橘子胶带打个底。今天来咕个紫色小麻薯吧，来一波疯狂撕贴纸，超梦幻的紫色系小麻薯卡砖咕好了。穷婆开始咕手机壳，穷婆打算咕一个手机壳，啊，这手机壳有点脏啊，先来清洁一下吧，刷刷刷刷刷，再用水冲洗一下，不过怎么是用浇花的呀，最后擦干。穷婆美美开咕了，随心所欲的咕上各种可爱贴贴，随便咕都不心疼，你也可以和穷婆一起玩这个咕卡游戏哦，点点左下角的小游戏就能玩了。穷婆也咕了一个紫色系的手机壳，这次的咕卡 PK， 你更喜欢穷婆的还是富婆的？